合掌，恭请师父进场。啊，互相问讯啊，问讯啊，互相问讯啊。好，请坐啊，请坐啊。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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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放掌。各位尊敬的大和尚、大法师、比丘、比丘尼，各位慈悲的护法、居士大德，以及我们发大心的义工啊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那么我们呢，利用这一次的一个缘起啊，集合在一起见个面儿，最重要的呢是祖国大陆的幅员辽阔，土地啊很大，那么信众也众多。受到各个区域、各个省份的邀请啊，事实上，要每一个点去跟大家结一个法缘，这个有困难，因为实在是太大了。所以今天来是要向各位啊法师啊多学习，各位护法居士啊多支持。啊，我不敢说那教你们佛法。但是愿意把四十多年来的修学佛道的心得啊，跟大家汇报一下。那么利用这一次香港的集合呢，哎，我们呢来看一下，啊，来见个面儿，啊，海峡两岸嘛都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呢没有隔日仇，也不说两种话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啦，通通叫做真心话，哎，通通叫做真心话啊。那么利用这次的集合在一起，大家呀，啊，看看咱们佛教这个氛围啊，啊，有希望。那大陆这几年来一直重视这个传统文化，这个是可喜可贺的，啊。尤其啊，佛教更是兴盛，各个佛学院栽培出来的学生比丘比丘尼啊，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可以各区域变成一个佛教的啊领导者，这个佛陀呀一定啊心生欢喜。但是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，五千年中华的文化是整个国家的灵魂啊，我们呢说建设是硬道理呀，文化是软实力呀，啊，那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，就是整个国家的灵魂了。失去了五千年的文化，这个国家等于没有灵魂。百年的出圣君呢，千年的出圣僧。一百年才可以出一个了不起的皇帝啊，体恤民情啊，啊，富国强兵啊，啊，让人民啊过着啊富强安乐的生活。百年才能够逢
一个这样子的圣经呢？千年呢、啊、才能够出圣身。从佛陀2500年，我们以六祖作为代表，当然祖国大陆成就的多了，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各有所长，每一个祖师都非常了不得，无法一一举例，我们就举六祖。从佛陀到六祖一千多年，那么六祖很容易记嘛，武则天的时代，武则天请他进皇宫他都拒绝，称病不进去皇宫，哎，到六祖就想到武则天，武则天就想到六祖，同一个朝代。那么武则天距离今天一千多年，所以六祖称为号称为东方如来，所以要出一个圣身啊，不容易。从佛陀到六祖，那六祖到今天也是千年，所以百年出圣君呢、啊，千年才有办法出圣身呢、啊。正法要大兴盛，正是这个时候。祖国大陆条件全部具足，只欠东风。为什么？这5000年来的文化，尤其佛教这个区块，是根深是地固的。不管三武灭佛或者是文革，我们只要假以时日，大家发心又恢复盛唐时代的这个佛教啊的兴盛，所以这个时候除了领导支持我们，我们也体恤到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，尤其佛教这个区块更是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佛陀的正法是宇宙当中唯一的真实。佛陀的正法是生命当中唯一的希望。如果你今天你没有碰到佛法，你活着做什么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生从何来？不知道。死了往哪里去？不知道。这中间每一分每一秒时空的交汇点是如此的迷茫，如此的痛苦，如此的煎熬，有谁能够启发我们的决心？唯有佛陀，唯有如来的正法。我告诉你，谁有一年碰到如来的正法，就是宇宙当中最幸运的人，比你中第一特奖就算给你50亿啊，那也是生灭的东西，100亿也是生灭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需要正法？因为它是人生宇宙当中唯一的真实。离开了这个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哪里都是因缘所生的，哪里都是生灭刹那变化的东西。这个世间没有一种东西是实在的东西。你随便去路边问什么叫做幸福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得出来。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回答很具体。大致上都是有房地产啊，现金啊，讨个老婆啊，生2-3个儿子啊，家里有几部车啊，大概
说这个事业做得很顺利，大概这样叫做幸福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所要面对的不是你拥有这些就不需要生老病死啊。所以佛法是全世界最积极的宗教，因为它面对的是生老病死这个现实的问题。所以世间人的现实问题跟我们修行人的现实问题不一样，他的现实问题是三餐温饱，有个房子，有点现金，这个是现实，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了。但是我们修行人的现实是如何断烦恼了生死，如何面对生死这个大问题。学生之道易，学死之道难，所以这是大问题。因此啊，自古以来啊，这些修行人舍头目脑髓求正法，粉身碎骨以报佛恩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人家要舍头目脑髓求正法？为什么要粉身碎骨以报佛恩？坏，很简单的，底下这句你一定要背起来。储存金钱只能用一辈子，储存福报能用生生世世，知识能用一辈子，法身慧命能用生生世世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再背一遍啊，储存金钱只能用一辈子，储存福报能布施，无所住着，护持三宝，舍头目脑髓也不后悔，生死无悔，融入以供。知识只能用一辈子，智慧法身慧命能用生生世世。简单讲，在座今天你现在坐着，就是唤醒我们内在的觉悟，我们的自信佛，我们让自己的觉性活过来，活过来。所以舍头目脑髓要求正法，粉身碎骨也报佛恩了。所以找到了如来的正法，便找到了人生正确的方向。但是要下定决心，要下定决心稳住生命当中的真实，幻象就会慢慢的消失。再讲一遍，稳住生命的真实，幻象就会慢慢的消失。稳不住生命的真实，这个幻象就除不掉。虽然如梦幻泡影，一切刹那无常变化，大家都知道，道理很容易，但做起来很难，习气太重，再来吃不了那个苦。学佛有两种不怕，两种怕。怕热的人不能进厨房，怕苦的人呢不能进禅堂。两种怕，我们讲出世法，要出世法要两种不怕，两种怕，两种不怕。如果你想走修行的路线，两种不能怕：一，绝对不怕苦；二，绝对不怕死。你要有这种功夫，这个跨进佛门的这个决定心，决定不怕苦，也决定不怕死。两种怕
出世间法有两种怕，一怕闻不到真正的正法。这句话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现在的相似佛法太多，善巧方便偏离的正途太多，使那些后学的人摸不着门。这个也是善巧方便，那个也是善巧方便，这个也是善巧方便。那请问你开经偈有没有好好的念一下？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最后一句怎么念呢？哎，这就对了。那什么叫真实义呢？不是愿解如来的方便义哦，要解如来的真实义哦。那什么叫做真实义？就是究竟不二圆满大自在大解脱的涅槃妙性。不解如来的真实义，总是隔靴搔痒。所以第一个要怕闻不到真正的正法，因为相似的法太多，太吸引人家了啊！要搞一点热闹的，稀奇古怪的，神通的，鬼魂附身的，能通三世的啊，拜起佛来可以呼风唤雨的，哪里有下什么舍利子的，哪里有什么感应的，通通搞这个东西。我们不是说感应不好，而且把这个善巧方便变成理所当然的真实。吃素、念佛、拜佛、法会，差不多涵盖了今天的大半的大乘佛教。我不是说这些不对，这些是结善缘，所以要继续把它引入佛陀的究竟义、真实义。这就是我们出家人还有在家护法居士的责任。所以第一个怕闻不到真正的正法，末法时期要邪魔外道啊，胡言乱语、胡说八道，看起来要道貌岸然。所以在戒律里面讲啊，外现善相，坏乱菩萨法。外面所现的，哇，是这么的慈悲，这么的善良，这里面没有东西，坏乱菩萨法啊。人很善良，也很肯帮助别人，你叫他说点究竟义，说不出所以然。外现善相，坏乱菩萨法，这个就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末法的乱象，不一而足，不一而足。第二个怕遇不到真正悟道的大善之事。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？那个大彻大悟也没写在脸上，你怎么知道他大彻大悟啊？不知道。那从这表象上，有的人表现的实在是好，从外表上你怎么样也看不出来，这就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很多人是人情重于真理，哎，这个师父对我非常好，这个居士对我非常好，我离开他不好意思。我不是说叫你们离开你的上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今天除了亲近上人，还要依法。所以第二个怕就是遇不到真正悟道的大善之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怪力乱神，那些道貌岸然，也很会搞这个东西，你无从分辨。这个就是第一怕闻不到真正的如来正法，二怕遇不到真正的悟道的大善之事。这个悟道
所谓的正量的解脱境界是不同于解的，完全不同于，它不是注解里面可以写得出来的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，不提悟圣道跟真正有正量的圣人那法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啊，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无始无明，那你怎么解释？哦，打开注解都是这么解释的。哦，无量亿劫来我们那无明就存在的，无明就存在，那就是解，所有的注解都是差不多这样，大同小异。无量亿劫也是存，都是无明就存在的，叫做无始无明啊。这样讲解释，如果你体悟圣道，大悟见性，有正量的解脱境界，就不是这样解释，这完全不是这样子。叫做怎么解释呢？什么叫无始无明？叫做忽然起念而不知觉知，叫做无始无明。哇，这句无始无明绝对不站在实际的因缘解释，而站在妄念，站在这个角度解释无始无明。何以故？万法时空的交汇都来自于一念妄动。所以什么叫做无始无明？无始无明就是忽然起念而不自觉知，没有觉悟，这个就叫做无始无明。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解释啊。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怎么解释啊？一般的解释是说超越凡夫，如来的境界超越凡夫，超越二圣人，超越菩萨啊，超越外道，所以叫做无上正等正解，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但是如果是正悟，他不会这样解释，那个无上不是最高，如果那个无上是最高，还有更高，就掉进去逻辑推论上的矛盾。高还有更高啊，更高还有更更高。所以无上正等正解不做这样的解释。那么无上正等正解如果是体悟圣道了即心即佛的人怎么解释呢？无上就是无下，也没有中间，无上无下也没有中间，入无分别智，没有能所，名为无上正等正解。在无过程经里面讲，事法平等，平等无有高下，无有高下怎么会最上，有更高或者是无上呢？所以不能说啊，这样注解是不对，而真正的含义，无上正等正解就是无上，就是无下，入无分别智，平等平等，不是逻辑推论的最高，不是概念游戏，不是观念的东西，它是单刀直入实证的东西，不以解以解作证，不可以把解当作是正量的解脱境界，名为无上正等正解。再举随便再举一个例子，如来，什么是如来？我们每天都在念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，善事世间皆无上士，调御丈夫天人师，佛世尊。那什么是如来呢？哦，你打开注解都是这么写的，乘如实之道来度化众生，这是解。那正呢，就是不是这样子的，正必须入不二法门，入不二法门一切来皆是如，
来即是如，如即是来，说的来通通如，所以如来又叫做如去。如来实无所来，如去实无所去，方便说有来有去。所以说成如是之道来度化众生，这是解。如果入不二法门，如就是来，来就是如，一切来皆是如，一切去也都是如，去者无实无所去，来实无所来，是真正的如来。我随便举三个例子就告诉你，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一般人都是以解作证，并没有正量的解脱境界，而在文字里面打转啊。你每天都碰得到的这些名相，在体悟圣道的人讲出来就完全不一样。哦，我们今天呢、有所收获，有所感触。哦，这个法真的是佛来如来究竟义的法，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佛陀说，入我门中皆不贫穷，入我门中皆不贫穷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正法演讲啊，今天先重点提示，先重点提示，交叉来开示啊，哪一句话你体悟到，你就入佛的正见；哪一句话体悟到深刻的印象，这辈子修行便有了正确的知见。那师父在这里就恭喜你了。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，叫做正法眼障。眼睛呢是灵魂之窗，正法最重要的灵魂之窗就是什么？就是即心即佛。正法眼障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？佛在灵山会上眼睛色化摩诃迦瑟破颜微笑，佛陀就这么说了，这大家都看过的这一段，说无有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付诸摩诃迦瑟。正法眼障这个名词就是这么来的。简单讲，它没有语言，它没有文字，以心印心啊，名为传佛心印。那要传佛的心印，那无法可传呢。若有能传，若有所传，即成生灭；若有能悟，所悟即成大悟。悟，悟慧的悟。没有能悟，没有所悟，七六绝对的第一的大空，没有能所，没有缘，没有文字，到底要传什么呢？悟诸法毕竟空，无所得，就是传佛的心愿。悟诸法空无自性，无念无住无相，即传佛的心愿。所以传佛的心愿也无法可传，因为诸法本质空寂。诸位啊，看这个，无量三千大千世界的真理通通在这个杯子里面。这个杯子如果是艺术家来看，这里画几个图片，搞一点花样，那是妄想。这个杯子太大太小也叫做妄想。有这个杯子叫做妄想，没有这个杯子叫做妄想。有这个杯子着常见，没有这个杯子着断见。这个明明有这个杯子，你为什么讲没有呢？说有这个亦有杯子亦没有杯子，这个矛盾见。哪有一法叫做亦有亦无的呀？
再来，非有非无的外道，就是怀疑，这辈子有吗？好像没有。这个辈子没有，好像有。这个非有非无跟悟道的人名相一样，可是心境完全不一样。悟道的人也讲非有非无，可是外道也讲非有非无，可是那个非有非无不是大悟见性讲出来的非有非无。好，这个杯子好，那注意看啊，二圣人的境界，这是生命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无常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哎，他们就说，但是呢，小圣人他有能观，有所观啊，观这个杯子，观无常的杯子是缘起空相，很好，也不错。大悟见性不是这样子，这个杯子就是涅槃，何以故？当下就是空相，当下就是空性，当下就是第一的大空。如果它不是涅槃，你如何找涅槃？难道 离开这个当下有涅槃吗？什么是涅槃？这个就是涅槃，但是它有涅槃的理，没有涅槃的智，无智不能证得如来的法身。你千万不要讲啊，无情物也可以成佛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讲，无情物可以成佛。你先看过这个壁纸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八意识为大圆净智，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。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壁纸转八识成四智的？没有。空相，对不对？空相就是涅槃，所以它有涅槃的理，但不能说它是佛啊。它是佛，那你在这里忙什么呀？无情物可以成佛，那你坐在这个椅子上，你那个椅子就是佛了，那对佛太不恭敬了。所以大乘佛法呀，某些东西呀，说不通的东西啊，说无情物也可以成佛，那这个不符合佛陀的思想。佛在《能切经》就讲得很清楚了，无智不能证得法身，没有智慧怎么会证得法身呢？所以要厘清观念，这个有空相，有空性，但是要有般若智慧来证得。因此什么是涅槃？这就是涅槃，不可寻，不可觅，不可找，不可推论，不可以掉进去观念里面，当下就是涅槃。万法总是如此啊，一切法。杯子不是涅槃，你何处找涅槃？涅槃另外一个名词，名词叫做不生不灭，叫做毕竟空，叫做如。杯子如，桌子也是如，花还是如。诸位要体悟圣道，一念之间就是涅槃，摩诃般若不离当下。所以摩诃迦摄啊，接了佛的心印，叫做禅宗的初祖。听说根据经典，摩诃迦摄现在还活着。为什么还活着呢？因为在鸡足山入定，从经典里面讲啊，摩诃迦摄在鸡足山入定啊，在云南啊。现在讲到法是绝对的真实，活在虚位当中的人和法是绝缘的，是不相应的啊。世间人你跟他讲一切法如幻，你打死他体会不出来什么叫一切法如幻呢？是人活得那么真实，对不对？有钱花啊，有女朋友交，是不是？有事业可以搞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一切众生离不开这个。我看了这个网络啊，说呀，《后宫甄嬛传》，然后啊，人家那个嬛嬛呢，这个跟皇上讲说，皇上皇上，我喜欢两种花，我最喜欢两种花。皇上说，你喜欢哪两种花啊？一有钱花，
二，随便花。啊，皇上就跟他讲了，这嬛嬛你今天真美，我怎么没法，你想得美。搞笑的网路啊，所以这个众生啊，什么法身慧命啊，这个哎，这个摸不着门的，无念无住无相，他摸不着门的，对不对？他过活现实的生活啊，师父你讲那个太遥远了，太玄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见到出家人，不管他有修没修，都非常的恭敬。为什么全世界70亿的人口，到底有几个出家人呢？你这样一想就知道，这个出家是非常了不得的，跟法师鼓励一下。还有啊，这是在家其实也了不得啊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旁边有那个同学，我说哎，同学，今天有教授来讲佛法，我们去听听。他说哎，你们去听就好，佛让你们来做，我们这个没有救的，六道轮回的没有用的，你们去就好了。我们大学读了4年，我们善根还有一点深厚，他读了大学4年，结果呢佛法就在眼前，他就是不接受。所以啊，要进入这个佛门呢，这些护法居士还挺难的。谢谢各位护法居士啊。禅呢是佛的心，离开了本质的妙心，离开了本质的清净自性呢，向外求玄，向外找真理，尽名为外道啊，通通叫做外道。外道这两个字并没有轻视的意思啊，没有轻视的意思，是说他心外求法是名外道，他永远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。为什么外道所修的有所求，依赖一个主导，就是上帝或者是阿拉。因此外道心外求法，我们并不是卑视他，也没有轻视他，而是说心外求法的人是永远没有成就，没有办法成就佛道，没有办法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佛法是心法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但是要破除名相，叫做非心非佛，找一个心找一个佛，那也不对，是心做佛，是心是佛，这是站在急的当下，也没有所谓急，所谓急就是不急，何以故？离去相故。因此急心急佛是也是方便说，但真正的是非心非佛，这才是进入绝对的。可是找一个非心非佛也不对，方便说到这儿啊，总是要实证的东西，有真实的功夫了，要不然呢、啊，会随着名相啊转右边转左边，自己没主见了啊，因为没有正量，当然就会这样子。讲即心即佛，一下讲非心非佛，他又不能接受了，一定要讲即心即佛，又卡死在即心即佛。那、啊、为了破除即心即佛，所以讲非心非佛。如果你找一个非心非佛，那又不是真的佛。佛离切文字，离切文名相，离切概念，哪来的非心非佛？好，说圣人用心如镜啊，是如春梦了无痕呢、啊。我们能不能解脱？这两句是很关键的，挺关键的。圣人用心如镜，也就是说，你真正一个人入于佛道，看这个天地万物，通通空相。
入万能之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人只是一堆白骨，白骨再磨成粉末状，就是一堆骨灰。体悟圣道的人，单刀直入，就了解诸法空相，但也不能否定因果相，那就变成断灭法了。所以圣人用心如镜，镜子的镜，旱来旱现，忽来忽现，一切不住着啊，不住着，可是镜有现这个相，似如春梦了无痕啊，万法过了其实都不留痕迹。我们会留痕迹，是因为我们撕裂了我们清净自性，烧伤了我们的清净自性，我们煎熬把这个痛苦当作是一种记忆，我们的记忆里面完全没有正面的能量，那种痛苦烧伤啊，然后那种记忆，那种难以割舍的亲情，一直没有办法挣脱出来。如果两个啊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两个人非常非常的要好，非常的要好，出双入对，你一下子女孩子说我要跟你分手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男的绝对受不了。接下来不幸的事情就会这样子。台湾有一对谈的热恋到不可自拔，女孩子发现这个男孩子啊很多的缺点，也是有钱花，也是随便花， 要分手。结果刀子拿起来失去理性，砍他57刀，砍57刀，刀刀见骨，死了。当然那个也抓起来了，这个就知道了。你可知道在座诸位，虽然说圣人用心如镜，事如春梦了无痕，说了简单，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就知道这辈子没有碰到如来正法的人，他真的还不知道怎么过日子。生命对他来讲变成一种煎熬，痛苦，痛苦不堪。接下来我们听听大悟禅师，这些大悟的圣者啊，来怎么讲怎么说。马祖道义禅师的大弟子啊，百丈禅师啊，大彻大悟，在职业路里面，这职业路啊，算是直指人心、明心见性的宝典。这出家啊，在家要好好的修行，明本心、见本性啊，让如来的正法蒙羞呢，是不配做佛陀的弟子，所以要好好的看大彻大悟的这些宝典，让如来的正法蒙羞，不配作为如来的弟子。何以故？如来的正法只有正面的能量，只有让众生解脱生死，让众生见到真正的光明，真正的至善纯善，没有 一点丝毫的负的。所以一个真正善说法者，除了善以比喻以外，最重要的是要唤醒别人呢原来本来具足的般若智慧。你很会修行是一回事情，但是你很能表达，这个表达的能力就能救无量无边众生以水深火热啊。也就是我们的无师智，自然智，自然智。当一个人碰到了如来的正法，生命当中的智慧的光芒就由此而显露出来，他不牢骚也不抱怨，也没有委屈。所以牢骚空无自性，抱怨空无自性，委屈也空无自性。了悟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入无分别智。在这里还附带说明的，不懂法是不能乱说的啊。
在佛掌经里面，佛掌经跟佛大藏经是不一样，大藏经是讲三藏，佛掌经是一部经典，这里不能弄错啊。在佛掌经里面讲乱说法啊，乱说法其罪甚重啊，其罪甚重啊。为什么呢？乱说法要断众生的法身慧命，其罪甚重啊。不懂法，那我们呢，可以用推广的方式啊，推广的方式啊。如果你大悟，你的心我的心就是佛的心，自己的心跟佛的心自他不二，自他不二，身佛平等，众生与佛平等，平等何以故？空无自性，当然是平等的。那接下来大悟的禅师怎么说呢？说灵光都要，窘脱根尘，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，心性无染，本质圆成，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这个几句话道出所有三藏十二部经典禅宗的重点，几个字慢慢的解释。灵光独药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性是独立的，是绝对独立的，修行不依六根，依六根就有能依所依，不依六尘，不可以攀岩六尘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六尘色身香味触法，不依六根，不依六尘，中间能言的根，所言的尘，引发出妄想的心事。不依六根，不依六尘，不依六事，一切法无所依，就是我们的灵性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就是我们绝对独立存在的本体。虽说存在，但是无念、无住、无相啊，因此叫做灵光都要。灵光都要，一就是心性一片光明，这个光是指智慧的意思。窘脱根尘，这个窘是指远远的，佛性是什么？远远的摆脱六根攀岩六尘的妄想，叫做窘脱根尘。不依六根，也不依六尘，有六根有六尘，就能所不断，能所不断就是生死法。简单讲，六根以六尘入不二平等空性，窘脱就是超越的意思，就是窘脱，超越六根，超越六尘，不执着六根，不执着六尘，那个就是佛性。体露真常，本体的体，显露的露，体露真常，我们的清净自性，当下完成了生命的觉醒，完成了生命觉醒当中的永恒的觉醒。所以刚刚师父开宗明义就说了啊，如来这正法是人生宇宙当中唯一的真实，唯一的真实。那么这个体露真常，就是我们生命的当下，就是永恒的佛性，就是真实的如来。每一个在做当下，你也是如来。你有没有体会一切来皆是如？如果你体会一切来皆是如，一切的来都空无自性，当下就是如，一切来实无所来，一切去实无所去，那么体露真常，你的清净自性就显露出来。所以悟道的人跟平凡的人两个人站在那一起，在一起没有好好的去亲近，还没有办法分辨出来。大悟见性，从他身上你绝对看不到他有一点高傲，绝对看不出他有一点异常，
也绝对不会搞一些像的东西。啊，台湾有个外道的，要见这个负责人呢、要见这个最高的领导者，他怎么个搞法呢？哇，这个大殿呢搞得像皇宫紫禁城，那个徒弟啊学生呢、要进来啊，从外面呢要跪着爬进来，爬进来要爬进来哦，爬进来啊、他就坐在那一语不发，眼睛啊闭上七分，开了三分，就很会搞这个东西啊。你叫他开示，说这个太深你听不懂，喜欢搞这个东西，我不一样，我不会搞这个东西。所以平凡、平实、平淡，这个就是我的宗旨。我既不搞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不过我有一点不怎么慈悲啊。因为很多的高僧大德啊，慈悲，今天呢、人家请去拍光、开光破土，行，行，我去，去。那人家来请我开光破土，不行，不去。我说呀，很多的高僧大德，我这一辈子啊，做这么一点小事，我把我的生命全部集中在正法，三藏、悟明心性、弘传正法。我20岁的时候就读到了一句话，少壮不努力啊，老大徒伤悲。哎，真是受用哦。哎，这少壮不努力啊，这老的时候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有的人啊说，哎呀师父啊，你早上怎么那么感动啊，一直掉眼泪啊，一直看你擦眼泪啊。我说那个是灯光太热了，我受不了。不是感动啊，那个太热了，没办法了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在看大藏经是这么看的啊，一坐下来十几个钟头，哎，因为我们有点学历嘛，能读古文，四书五经、古文观止，是不是啊？业障看不懂，做笔记，做起来贴在墙壁，再参，哎，不懂不起坐，全力以赴的，哪里邀请通通没有去，偶尔很累的时候才出去国外走一走，顺便散散心，大藏经就看，哎，说不通达三藏，绝不起坐，下定决心。不悟明心性，绝不起坐，下功夫啊！佛法这么的好，是如此的美妙，哎，成住坏空都是那么的美。春天 ，spring， 好美的春天，好美的夏天，好美的秋天，好美好美的冬天。为什么春夏秋冬每一季在我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，都是那么的好，在我的心目当中，为什么里面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漂亮，就像佛菩萨一样，那么值得让我尊敬。哦，原来都是自己的问题，都是自己的问题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进入这个法的喜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看这个楞严经，在看这个楞严经，看到
定在那边。本来啊，这个膀胱啊，两个钟头以前啊，要上厕所了，没有人提醒我，心就定在那边，就一直一直一直看这个冷眼睛，看了几个钟头，过去了，啊，糟糕，忘记跑厕所了，哎呀，啊，忘了，哎呀，哎呦，告诉你啊，当一个人啊，进入这个法的这种喜悦，进入佛陀那种真实，了悟了人生宇宙的究竟意义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种人生跟宇宙哪里都是那么的美，就是一个美，真实的、善良的，是那么的真实的美啊！所以体露真常，当我们开悟了清净自性，生命的当下就是永恒，就是唯一的真实啊！不拘文字。那么不拘文字，这些文字不足以具现佛陀的真理。在座诸位啊，有一个人呢问禅师说，禅师禅师，你也看经典吗？禅师说看了。那禅师你怎么看经典呢？他说我看经典呢就是这只眼睛啊。禅师说我看经典嘛，遮遮眼睛，遮遮眼睛是什么意思？三藏十二部不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地方是不是？三藏哪里在这个，在这个文字里面，在心性里面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禅师说我看经典嘛，遮遮眼睛啊，啊，遮遮眼睛，不拘文字。你文字啊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如来的正法讲到很到位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体悟圣道的圣人，他讲出来的语言是有生命的。为什么？他的心就是佛的心，他可以用善巧方便的语言，把每一句语言都化作般若的智慧跟喜悦，是如此的真实。心性无染，在座诸位，三传心法要，黄檗断际禅师讲了一句话啊，三藏一切法总不用邪，但邪无所住。好，真是一针见血啊！三藏十二部经典那么的繁琐，黄檗断际禅师在传心法要讲了这句话，学道之人万法总不用邪，但邪无所住。无所住的意思就是了诸法如幻，一切法不值得执着，执着也没有用。你问你自己，你什么东西带得走？没有。你什么东西带得走？现金吗？人民币带得走吗？房地产带不走。还有什么娇妻美妾？不是像曹操一样，这曹操都抢人家的妻子，曹操总共十二个老婆，只有两个是少女，其他四个都是人家的老婆，包括貂蝉也是他抢过来的。嗯，曹操有特别的嗜好，有特别的嗜好啊。我问你，曹操活几岁有人知道吗？曹操活几岁啊？没人知道啊，没人知道。曹操活66岁，哎，66岁。孔明活54岁，刘备活63岁，东吴周瑜活36岁，啊，曹操的儿子曹丕活40岁，啊，因为他十几岁就有肺炎，曹丕是篡汉的，曹丕废了汉献帝，自立为啊魏帝。曹丕活40岁，临命终的时候吐了一盆的血，一盆的血，哦，所以说这样子的皇帝能争到最后，
什么都带着走，带不走，带不走，带不走。哎，关公也是活五十几岁，五十六岁。所以，三国时代这些英雄好汉，这些都是历史的尘土。因此，体悟圣道，日子多好过啊！心性无染，只要我的心、我的本心、我的自信不被污染，我就是佛。所以，修习佛道就是这样子，了悟圣道。哦，不是，快乐是懂得分享，懂得分享。所以，我发过愿，所有的钱都做法宝，散播到世界各地，救度无量无边苦难的众生啊！众生皆解脱，何独我？何妨我独穷？身上没有钱呀，看到今天的这些尊敬的大和尚，就比丘尼来底下，让你们委屈了，来给我小慧丽啊，小法师捧场，太感恩你们了，太感恩你们了。真的啊，所以我们呢，懂得人生的真理的时候，时时刻刻都不失啊，心性无染，本质圆成，本来就是圆满，本来自己就是圆满成功的。刚刚讲的什么是涅槃？当下就是空，就是涅槃。何处找涅槃？就是当下。这不是涅槃，你何处找涅槃？寻寻觅觅不得涅槃，当下就是。那不是涅槃，你去哪里找涅槃？它就是涅槃，它有涅槃的理，对不对？这个当下就是空，它就是涅槃，它有涅槃的理。所以法不离心，但看你悟不悟，觉不觉悟。所以学佛还得要有一点骨气啊，骨气啊！一般人是常常生气的，没什么骨气啊！哎，这个本质圆成呢，我们本来自己就有圆满成功的啊佛性，但离妄言即如如佛啊，离开种种的妄想，这个就是佛，这个就是佛。好，我们交叉来解释种种的善巧方便。接下来啊，说随有缘，目有本，修行以心为依归，为最真实。这个心就是本心，就是妙性。法句经有两句话，大家认识一下，说诸法亦先导，亦主，亦造作，若以染污意，或语或行业，是则苦随彼，如轮随受足。法句经又这么说，等一下我们会解释，说诸法亦先导，亦足，亦造作，若以清净意，或语或行业，是则乐随彼，如影不离形。这是法句经讲的啊，我把它解释一下。诸法就是万法的显露，都是你那颗心在作用。意先导，领导的导。诸法意就是我们意识心的意。诸法意先导，最快作为我们的领导。意足意造作，一切都是心在做主，一切都是意在造作，叫做意主。主就是主人的主，意主意识啊，在主导意造作。若以染污意，染污就是啊，我执、法执、空执、无明、烦恼。如果你用这个贪嗔痴染污的意，这颗心用染污的心、无明的心、烦恼的心，或者是讲话，或者是造作这种行业啊，人行道这个行，是指苦随彼，就是你用无明烦恼去讲话，明明这句不要讲，你也要讲，对不对？
去得罪别人，有时候一句话就会引来杀身之祸。